上下不下气氛真不真假不假图个福用风雅那就再见吧再见吧再也不见吧不见了承诺人间蒸发安慰都是废话算了吧雨再大也不过打湿头发无爱无伤大雅心好大悲伤无法没牵挂如果天都黑了夜都深了心的门没锁每盏灯火都有睡不着的故事可以说反正一个人能错过两个人也不嫌多I don't know 怎么天都黑了睡不着的人那没梦做爱的越多越没把握上了当的骗子说像我这种性格干下两口管他够不够 I don't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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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21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But we here now And we about to set the roof on fire, baby Uh-oh You better get y'all Cause I'm getting mine Sick
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我想风也不知道它该要去哪，我想落叶也会偷偷想家，学会了眼泪当做汗水偷偷的擦。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第一缕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多大。我会等冬的雪融化，不山里的夏，守着深夜里的星星，眨眼不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笑话，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先到达。写未来的魔法，把所有未来都写在我笔下，想过给你最完美的回答。我想雨也不知道何时能停下。Hello， 坚强的人也会偷偷想家，学会了眼泪当做汗水偷偷的擦。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第一缕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多大。我会等冬的雪融化，不山里的夏，守着深夜里的星星，眨眼不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笑话，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先到达。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第一缕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多大。我会等好困啊，雪融化，铺山里的沙，守着深夜里的星星，眨眼不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笑话，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先到达。생각해서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你又擦肩而过。你耳机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谢天命的小月亮，下午好呀。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老婆，吃饭了吗？学校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刚吃完，有点棒了，姐姐。我才开始吃完午餐。我吃了好多肉，吃了好多牛肉。吃多了感觉。你中午吃的什么？米线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之一，我不吃早餐。米线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之一，上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对，我早上在睡觉。中午才起来。吃了好多肉肉啊，老婆。晚上不吃了。牛肉，高蛋白。4-5点吧。外卖没有时间做饭。笑死我。
眼泪难以泪品如，一峰哥，昨天晚上是不是累到了？睡得好突然。既然追求刺激，那就贯彻到底好了。我一般都下午一档，晚上一档。小哥哥，吃饭了吗？我刚吃饱。吃的好饱，好撑啊！哎呦去！看我今天穿了一个袜子。怎么不说话，一峰哥？你在上班吗？欢迎如此丰满哥哥。妈还穿厚了，我感觉空调关了。你对面有镜子啊，我咋看不到？怎么你在我家呀？你能看到我啊？啥玩意儿都想知道。说那话都不知道该怎么接，真的。哦，拿瓶水。寻找昔日的足迹，夕阳下倒影迷人的美丽，可我却丢失故事和你。你说过向往大海的神秘，也憧憬我们遗失的过去，分享给大海秘密。蓝色的海底，远山的风景，我们的距离遥不可及，退烧的爱情。剩下回忆，疯狂的寻。
们都下雪没来接下，别这么吓我，这是欢迎老婆，别这你都下雪了，这两天降温好冷的，这两天太冷了。直接给你埋雪了，吓死了，哎呀烫死我得了，今天穿的像一个在家里妈妈喜欢的衣服，冷死了，永宝来了就有排面了。你好，你好，冬云。什么排面？这是我们360个月大的峰峰，峰峰宝宝。一会儿接着忙，昨天是不是很累啊，一峰哥？注意休息，注意保暖。我看你抽空来看我，然后后面实在累得睡着了，是吧？亲都懂。接什么发？我睡觉向来不都是突然的吗？真好啊！没有，他认错人了，挺吧？他把你和一个主播给弄混了。昨天大哥。把你跟一个主播给弄混了，瞬间睡着。一峰哥睡觉就像昏过去了，是呗？琪琪，你是不是用的手机啊？需不需要我开那大场控啊？用平板挂一下可以，等我晚上再去网吧吧。挂不上，这玩意儿得用电脑。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恨执着的伤。小虎牙哥哥 ，Hello Hello， 下午好，下午好。欢迎三天哥哥，今天是个乖乖女心恩，今天穿了一件妈妈喜欢的衣服，因为好冷，太冷了，太冷了，真的，所以穿了一件毛衣，管他呢。今天当一个乖乖女。我媳妇儿没说喜欢啊，怎么一峰哥这家伙？当不了女婿，开始当老爸了，可以哟，可以哦。那岂不是晚上可以不用去网吧了？不行，太卡了。反应挺快呀，个小机灵鬼，也不看是谁看的主播，一峰哥，天天在直播间跟你在这里勾心斗角的，一来直播间就想就为你的一句话，然后为下面接下来铺满十句。欢迎女孩。Hello， 小虎牙哥哥，小虎牙哥哥吃午餐了吗？不应该是斗智斗勇吗？哦，对，你这个形容更贴切，还是我有点，还是你更胜一筹哈，还是你更胜一筹，怪不得是每天读书的男人，以后叫一峰老师了，叫一峰教授，叫什么一峰小野猫呀，都有点对不起这名字。
教授，对对对，就是教授，斗智斗勇的，我不叫。我不叫，我也不是瘦，那你是什么？你说你是什么？是拥有五姑娘的男人。今天怎么开这么早？欢迎三妮哥哥。我一般下午和晚上都会播一档家人们。琪琪不对劲儿，琪琪也是奇了怪了，真的。欢迎风之子，风之子可还行啊。琪琪也是奇怪了，每次看到其他哥哥，我没看琪琪这么激动过，每次看到一峰哥琪可激动了。好好好，为你们祝贺好吧，恭喜喜结良缘，两位家人请带上你们的红花进行一个拍照吧。咋啥都有，我是一名专业的主播，你说呢？下午好呀，女孩。我是一名专业的主播，请叫我专业的主播。啦啦啦啦！这么早？嗯，今天早了点，今天11:30多起来的。饿了，去忙啦。行，注意保暖，一峰哥，咱们晚上在一起玩。三少爷，欢迎少爷回家。哦，赔钱。赔钱赔钱。三少爷赔钱。腰闪了。好家伙，一进来碰瓷了，家人们。哈，我没有躺了啊。开玩笑了，开玩笑。哎呀妈，好早啊，三少爷，从下午3点开始发呆吗？这哪朝装饰啊？不重要，只要是应景的就行。这还早？你昨晚几点睡的，哥哥？少爷，您昨晚几点睡的，少爷？一般都是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是比较早的了，因为我一般是4点多5点多睡。我估计少爷就寝时间大概会是在1-2点左右吧，那个时候估计已经是沐浴更衣的状态。前两天怎么整改了？犯法了，整改了呗。
触犯天条了。谢谢破碎的心的荧光棒。我这个发箍跟我这衣服还挺配的。哎，是不是快回家了，家人们？我今天这衣服不就刚好是可以那种可以录视频的那种吗？就说，阿姨好，我是叉叉叉的女朋友，我今年可能没有办法跟叉叉叉回家了。谢谢天命的小月亮。触犯的吗？什么鬼？三少爷，今天不锻炼了？锻炼，今天锻炼，今天去活动一下。我这腰有点疼，可能是劳累过度。今天锻炼，明天休息一天吧。看我下面穿的。都是粉色，今天请叫我粉心恩。今天等会儿再锻炼。欢迎第五凤雪哥哥呀，这是什么袜？这个叫做关于一些织不够一条围巾随便织一个袜子的袜。穿着这样去锻炼，因为今天估计锻炼的不会是很强度很强大的运动，强烈一些。中午吃什么了呀，三少爷？我今天中午吃了这么多的牛肉，家人们，我靠，我怎么感觉肚子，我最近又克制一点饮食，真的，我最近又开始吃沙拉。没吃呢，你减肥呀，哥哥啊，啊，那个有动机感觉很夜里。不行，今天我高低得去把我腰整了。其实本来我今天该休息的，该锻炼，哎呀，该锻炼休息的，太胖了。多重啊，哥哥，你懂啥呀，三少爷，咱这叫富的流油，流油，跟我一起读，流油220，你多高？真的假的？真嘟假嘟，星星眨眼睛，185220，也不是很胖啊。对呀、也不是很胖啊，而且很壮实的感觉，感觉很厉害的样子哎。是007好姐姐吗？小鲁班007姐姐吗？这是什么造型？真的吗？啥情况？你不得问我吗？那不胖有点啥很厉害？那我问你啥情况啊？啥很厉害？应该是给你买的。哎，老婆，为什么没有看到老婆进来呢？谁给我买的呀？就我不知道谁是不是谁给你买的。什么很厉害？
这里不能说，就是说，就是撸铁很厉害的样子。三少爷感觉一下可以扛，我买的几袋儿麻袋。不知道啊，没提示，但是我在直播间看到你了。早已伤透，这欢迎我小虎牙哥哥。前朝格格发型，来吧，开始吧。就是感觉一下可以，工地干活。说说这些，你和六，对啊，工地干活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哎呦，名字哥哥，我觉得三少爷是可以撸200斤的铁。你还气呢，北老姐抽我了。有三个血瓶吗，兄弟们？金哥，我 emo 了，你给我压了那么多，一把都没出。欢迎 Beat Boss。我一把都没出，你给我压了那么多，你emo的。我知道你心里他只爱你一个。举鼎那不行，举鼎那人有点傻。这个五开的真我们三少爷不傻，还有2300，所以不能以举鼎来形容。兄弟们，三个，这把要什么？你们拉三个软钱。看没看那个电视剧啊？来开个 PK 吧。叫什么来着？来，那谁演的？和那谁演的？家人们。三个血瓶给我干干干，兄弟们有三个吗？来，对对对，我觉得220还好。三个185，哎，哥哥，185是你的身高。都是数了，知道吗？我刚打三个血瓶都要打成三棵树了。啦啦啦啦啦。欢迎老大人，欢迎骑着单球，能压扁你吗？220啊！你把泽亚微信推给我。要是这把出的话，怎么压？好。希望他哥选撸铁。怎么压，哥哥？这把要是出个出过的。能不能压别我倒不知，我倒不知道。血瓶吗，兄弟们？能。什么软甜？说啥？都软。操，还真是16。真是16吗？还能怎么压？我觉得吧。又开了16，你怎么看？谢谢菲菲的护粮。这宝图真你买的？能不能压别我？我觉得。软，我给你买的这宝。不能。你吃吧，软。我们有10个血瓶了。知道为什么不能吗？因为我会。你们接吃一个来。我会风火轮。你们接一个。我们接风火，我接风火轮，我们接11个血瓶。我干他！我是卖的哦，我笑死我！这一瞬间，四宝图厉害了，这家伙嘴都瓢了。这把金哥还是那个16，周周，听我的压100，因为我会。走，左右手不认识你，没有钱，张嘴就让我压116，操！这样子，走，听我的走，来吃蹬自行车。家人们，11个血瓶，家人们，你觉得要开66倍了吗？66倍打多少钱能打捐啊？最后问你是运营吗？哦，打75块钱能打捐。那我跟你一起减肥吧，三少爷，我们一起。你可以吃草啊，吃个龙得了。我也吃草，打捐有点。打个龙。你是成都的？怎么样，哥哥？不是啊，我是在武汉，不过我是东北人。你是哪里的，哥哥？龙多少钱？你是上海的哟。1000。对面能接三个吗？对面。小瞧我们了，我们直接接一个4个给你看看。哎，不对，不是15。
哦，武汉啊，加油，你来过吗？不信你，加油！家人们，十一个血瓶，哥哥们。五十五也农吗？五十五也干农吗？这几天好多朋友在武汉呢。是几少爷呀，哥哥？是不是我多久未见的五少爷和六少爷们都在武汉呢？欢迎烟花一芙蓉，芙什么？哥哥，那字怎么读啊？真的呀？他们在武汉干什么？五十五也干农啊？五十五农要干多少钱啊？除以五十五，还没开局，这个局打牌，好生活。好，亚瑟呢？亚瑟没扫，亚瑟。感谢我三少爷，好生活。分手一百幺八三，跟着三少走，生活我们不愁吃不愁喝。操了！谢谢三少爷。二十首，这是二十首罗盘，航海罗盘。咱们今天就是捕鱼的一天。直接有微信啊，你加我干什么？我们接了。金哥，大声的告诉我们接了多少个？谢谢三少爷。咱有没有二十二个兄弟们？二十二个。我们接了二十三个，怎么那么冤种？你们接？我们接二十二个兄弟们，六六。你们接二十四个？哦。我们接二十四个，二十四。不是，你们刚才不是接了？倒点水喝。十一个吗？二十四个，我倒点水喝啊，等会。谢谢三少爷，感谢三少爷哥哥。我真笑了，给我整笑的，我说。那你怎么没有跟？五少爷和六少爷一起来武汉打牌呀、啊、武汉你去过一次，武汉这个时候不好玩，没啥好玩的。为什么这东西压得我感觉头皮呀，图个乐呵。这老婆武汉啥时候好玩？没有。我都不知道武汉有啥可好玩的。武汉可能对于爱吃喜欢吃的人感觉好玩吧，但是要说吃的话，那武汉跟长沙其实也差不多。不想出门，太冷了是不？欢迎简哥。三少爷是哪里的？三少爷，谢谢金哥去飞。武汉太堵车了。先过来了，我上个厕所啊。堵车，我了这个盘，气给我气冒了都。几点呀？你指高峰期呀、啊？高峰期那是肯定的，但其他时间还行啊。九百压了空气，都给我整笑了。有的时候高峰期五六点确实是堵，堵的你就是说很烦。哎，什么都不知道呀。苏州。你们有没有二十四个血瓶啊？这马怎么样？武汉不适合我。哪里适合你？家里。咱们二十四个有没有啊？好久没见你了，简哥。二十四个，没有没有二十四个呀，没有二十四个血瓶啊，你们给我帮忙。心里，还是我的直播间里。金哥，我五十五六十六，我打了。其实我在武汉，现在也没有出去很久。哇、啊，谢谢金哥呢，开十六了。谢谢缺哥的选手，马上看睡着了，结果他那边感谢龙了，怎么办、啊？本来挺开心的，有对比之后有伤害了。起来起来，别睡了。你打了条龙，咱有二十四个吗，兄弟们？二十四个。别睡了，别睡了。怎么双子射手，双子射手？我们接上了，轮着来。你们接了吗？
你们接55杠。中和上我明白了，我应该换个衣服。55，我们这边别睡了，这边有12个。这把会不会还？这把是不是要开小？或者他会不会给个 star 呀？这把。你接55个。55。你们打牌打什么牌呀、啊？差43。星哥，你有多少啊？我现在目前0。好，我们再拉43个就可以了。嗯。是谁那里有回音？不会是我吧？是吧？我打了55、66，金哥。喂喂。周，这把整不好还是中四啊？周。好像没有了。是吗？好像我还听到有。你也打了55、66。我也还挺重要。那我把别的也打了。别睡了，三少爷。你们六六，你开的五箱吗？我们大白天就这样好吗？50个，你们50，来干！子健去哪？付老多了。12打多少钱了？那个12打不打？打2棵树吧。我们接一下那个43个血瓶，兄弟们，家人们，又到了我许愿的时刻了，家人们，有没有哥哥试试抽抽情书，或者是上上签，或者是罗盘？我们红队现在要接43个血瓶，金牛或者是水瓶，啊，或者白羊。上司白羊，白羊和双鱼我都压了，水瓶我也打了。不是现在都流行自己喂自己吗？空空打，我需要死吗？我们3个零头有哥抹一下吗？自己的饭自己喂。打了个十二打了，但是我十二打了2棵树。半个小时你睡醒了？122棵树的钱，滚！你看、啊、他怎么？咱们43个血瓶。16、16、5。欢迎外哥。操！16，赵16，再压一把。开的5。我是下把16。我感觉他应该欢迎哥哥打。三少估计睡着了，家人们，兄弟们，我这都有催眠的意识呢。有没有在直播间没有挂机的哥哥？咱们继续冲一冲。没有睡着的小哥哥，我们再往上上一上。43个血瓶。56没中。我这把55、66又打了，操！气死我了。43个，你们能接上？那主持人咋死了？美东金金哥，好麻呀，我们这边56。双子打了2棵树。呀，巨蟹打。哥们，要不要个宝抽个情书呢？动一下好不好？就是有一点点尴尬了，现在已经。谁来给我抽100个情书啊？欢迎青青嫂，来10发情书好不好？10个10个的来10发。有没有哥哥在？我们43个血瓶，家人们。别内心，我把20，我把39。我们把那个一星今天多乖呀、啊，今天有双倍穿的多乖呀、啊。有没有今天喜欢粉色的哥哥？不要克制。你打39和别的。天哪，感谢女孩续费。16，你信不信？还是16招。哇哇，是不是要出来了？不会吧，哇哇哇，他应该不会。叔叔，叔叔。我压50，16。我打的66、55、21。哇哇哇！16压只压了2棵树的钱呢。
兄，你不信我的，把把真的。咱还没有哥哥能一起凑一凑啊，兄弟们，有没有哥可以帮我补补榜尾啊？家人们，有没有在的哥哥？没动静了，怎么办？救命啊，43个血瓶，兄弟们。哎，就很辣。1200了。很辣，哥哥。樱花树，樱花树，给我抱一棵树。天哪，谢谢女孩。可惜呀、啊。又是在积攒运气的一天。九，我是他妈呀！开的九，恭喜小缺哥两棵树。我是，那我们还差19个，减二十个。你看这个盘，那我们这边还差19个，一个都没有。你看，快要死一样。我们能不能再凑一凑啊，家人们？我们19个血瓶，差19个了，这怎么整啊？这怎么整？这娃怎么？欢迎麦 C 哥，我笑死掉了。下午好，麦 C 哥，给我真的给我气笑了。你在睡觉吗？咱们俩压了7个，没压中。欢迎自由行僧，欢迎真是哥哥。没有，我一个人压了5个。金哥，你在干什么？就压了5个。杨梅，杨梅，我们就差19个血瓶了，家人们。你压10这把，刚打完球。嗯、哇哦，那我压几？多喝点水，打完球出的汗太多了，喝点水。站会儿，妈坐那。我干21，好。我一下笑了，我说实话。我们就差19个血瓶了，家人们，我们19个血瓶能不能再救一下？谢恩呀，圣人给我100个情书啊！我压了龙瓶。欢迎无影哥哥，血瓶少压点啊。水平，水平压个灯的钱吧，要不然。现实很残酷。欢迎何须相思煮红豆。我干的4大，你压的10，那12和16嘞？12和16不一定。你觉得要开班？我们还差19个血瓶，兄弟们，最后19个啦。我们凑一凑好不好？子健，最后19个了。太会摇了。欢迎我们小星星。我他妈有点想给人骂死了。这个死官方，这19个到什么时候能接上啊？我就想问了。直接笑死我了，真的。好的，金哥。我们19个血瓶，家人们，还能不能再追一下19个血瓶呀？谢谢金哥，变得不准能了，压点压小灯灯吧，我气死了。
的十九个血瓶啊，金哥。就是说有没有哥哥再管管我们了，就只差最后十九个了。哎，气冒了。我看子健，我总是子健啊，行，你跳舞给我们吸引大哥来，我跟柔软俩人就张嘴行吗？我负责，你负责跳，我俩负责喊，我们就是嘎嘎拉票。我们是他的拉拉队，这搞得跟笑死了。哎呀，能不能有人给我接十九个血瓶，我让子靖给你们表演一个劈叉。360度的那种。天哪，感谢女孩再次续费，谢谢官方啊，官方你能不能给我爆点东西。咋又改名呢？一天叫三黑三爆的，我的妈！对面赶紧给我接十九个！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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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快给我压急眼了，我说白了，这个。好好好，出了一个。188，谢谢女孩。再减五个，我们还差14个。两帮黄瓜，就差一本魔法书了，家人们。好多双子，怎么全是双子啊？那现在是不是得出？真的差的不多了，家人们，只要一本魔法书，家人们，我们能不能再凑一凑？只要一本魔法书，上把你打的双子，真该死，会啊！这一把打个五跟六吧，五六九。打三个就五六九，打两个就是五六，没随便。真正开始了，现在该我了。19个能接上吗？好，一般这个时候我就差一本魔法书了。欢迎我112分男人。可准了。快用现在2分钟的时间给它续上，还有机会可以压。要出来什么好东西了？起来了，疯了！咱们这边已经开始，精神状态已经不正常了。谢谢我112分男人续费。等一下会出什么好东西？来柔软，上哪上哪？摇摇。猫猫猫猫猫。谢谢。小鬼，有七任哥哥帮我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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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你是个九可算决战了，谢谢我112分女孩，谢谢女孩，这是九可接上了，我们可算是接上了，接上了，我们应该是多接了十，给我接，对面接多少啊？有多吗？接多少啊？让对面心啊，那你们再接100，再接100，多接了9个。你们还有多少啊？全打出来。还有110，都给你们吧。啊，110，咱们来，10个，110来。正好110吗？嗯，迷路。我们还有750呢，我们就懒得用。110个。
扭着腰间。哎，有病啊！最近真的嗨了。欢迎老婆，110个，我们还差101个。我们101个打过去之后，对方就要拉票了，家人们。七哥，给我来十发情书，我可以中一番数，一百三分，男人，谢谢哥，开水瓶啦，水瓶！妈呀，他，你打的水瓶吗？感谢七哥2颗发财树，还有灯笼。啊，这里就是。30个，我们接着30个，终于有灯了。30个，那我们还差71个。对，我打的30，为你点赞，明智之举。哎，我的特效怎么不出来？哦，要这样。感谢我112分，男人送的，不不不。我特效呢？啊！壁咚，这个手势特效经常失灵。哦吗？终于有个灯啊，贝心。他在壁咚我哎，还差51个。好，我们还差51个。打少了，金牛打了，还差51个。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马上就可以不用拉票了，是不是？马上就要等对面再压吧。水平打15的话，是不是有一条龙吗？不是，这玩意儿最近这么火吗？琪琪，咱俩是不是得研究一波了？哦、咱俩 585, 得开展我们的副业了。有个灯呢，欢迎朱伞。我们只差51了，先来凑一下。是不是得看看了？你觉得你能猜准吗？关键咱俩谁都猜不准呀、啊。Hello 浪子，什么副业？就是这个押宝，我看好多人都在玩。咱俩就先盲猜。你老公真好看，真的吗？感谢我名字哥碎片。我以为你睡着了，明姐。别呀，我亏过万了，你也玩了。我不是睡的。好吗？呀，腰疼了，腰疼了。我们就差51个血瓶了，家人们，能不能再放心一下？给小明这个听说，樱花树。那是我老公真好看呢，咱俩估计电费挣不回。给我一个面子，给我一个面子。为什么现在进来？抱抱抱！当然啦，美女总爱看美女嘛。恭喜兔兔15级牌子！啊！小明这个完成一星任务，好，射手座。还差多少？我们减去11组的话，就是40个。欢迎瑜伽千万，欢迎苏苏倾城，欢迎大哥。我们还差40个，家人们，40个。苏苏倾城是成功的姐姐那个大哥吗？天泽，你要死了，起来跟我一样的动一动快！感谢我们这个罗盘，天蝎座我哥哥，棒棒棒！给我们这个抱一颗，只要你的意识够强、够坚定，就会成真的。这就是意念术。哦 like it like it
就差最后四十个了，兄弟们。我们这节五个还差三十五啊，还差三十五，还差三十五，家人们能不能凑凑啊？三十五，三十五就可以。会不会还要开三十九啊，贝心？哎，能不能再开一次 PK 条啊？咱们，我还差一次过任务。谢谢我112分男人。哦妈，我的鲲鹏，我的婚礼，谢谢。没事，我们再积攒运气的。谢谢这位这么棒的男人。这多少个？还差十四个了。真好，四十四个，这泼天的富贵，老天能不能给我一下啊？就差十四个啦！我把三少爷喊醒，喂，钱吃饭了。就差十四个了，家人们，就差十四个了。只差十四个了，对，只差十四个了。接下来他们就要拉票了啊！又是两棵树，天秤座，欢迎年哥，谢谢缺哥，太好了。可让我歇会儿吧，真的，也可也让我家哥哥们歇会儿吧。来，对面。二十五，多了九个，不，多了十一个。对面接123。123。年哥，干啥呢？就咱们接123个是吧？写名字哥，这有45个，剪一下。45个，咱们接171。啊？还差多少？他不是让接123吗？还差71，还差71。来跟赌神学，我跟你讲，亏了好多啊，年哥，什么赌神啊，都给我清冒了，这丫的，亏爆炸了都。哎，爆炸的仔仔。还差71个，兄弟们，干！真的。死我了都，丫的，还没回本呢。子健，你是刚吃完饭吗？子健，你站消化神呢？我这肩膀有点疼，我站起来摇摇。那你可以跳科目三啊！来，给我放科目三，快！不是科目三，叫做什么？对对，年哥被爆了都，71个有没有兄弟们？71个，哎，71个，家人们，真好玩，家人们。跳得好丝滑呀！好好玩呀，兄弟们！别说跳还不错呢，尤其那腿，一般人都不能这样子踩啊。得跳点科目三，有注意，注意身体健康。谢谢我切哥的水平。有没有71个？是呗。
女孩在干啥的女孩？我怎么感觉你些许有点网络不好的样子？想有没有谁？女孩啊？想要吃的来不及了。我说你怎么感觉你网络有点不好的样子？没事，我们没牙出去吧。这一局牙什么？说不定这一局爆一个大一点的。七十一个有没有兄弟们？射手、天秤、天蝎。这一把包什么呢？不是好好的吗？哦，是吗？好吧。欢迎弟哥。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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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没重进啊。哥，我的牌子黑了好久了，你都没有给我亮。给我站站站，干干干！都会了，安宁宇。给我拉票，给我某某拉票。还有没有七十一个？哈尔滨。炸炸炸！嘎嘎嘎！操你妈！真饿。真饿，真饿，站不动了，家人们，太饿了。你们看子间像不像那种老式的蹦迪厅的那种蹦迪？他真的很活在上一个年代，我觉得。我蹦迪就这一个姿势。嗯，狮子座，我刚刚有猜到这个，但是我欢迎龙哥。而且狮子很不是那么长。那这一轮压什么呀？出狮子啦！我觉得摩羯、处女跟巨蟹都有可能。二十一吗？火，胆子很大。想法特别的胆大。二一跟三九，干干干，战战战。
萌萌拉票，赶紧押宝押个娟子给我看看，没看过。知道榜图了，不知道谁给我买的，不知道。七十一个怎么说六？七十一个血瓶，那边没有一个血瓶啊！没帮我抹抹零的，就是买主播的佣金啊，88折吧，现在是。青青给我买的吗？不可能，辟谣了，官方辟谣了。家人们，你们在干嘛哟？欢迎如风哥而别，在划水。哦，猜对了，切个摩羯座，机智如我哦。楼上装修了，这周能疯狂星期四了吗？对啊，手机上表情可多了。必须呢。能天天疯狂吗？那我也疯狂了。天天疯狂的话，工资怎么还没到啊？今天发工资的。七十一个怎么说啊？天天吃得胖成啥呀？会虚胖，而且营养不良。那不是特别多是吗？欢迎小吴，绿就绿一片，红了一点点。小吴先生，借多少了？七十一啊。我刚才跟猴子对线了，然后呢，如你给我干他就完了。别、yeah. goodbye 他猴子，八猴五不猴了，干的赶紧给我家老狗洗狗，操！给打呀！我酷酷喷他。OK。以后封你一个大将啊！你有没有七十一个嘞？哎呦，申哥哥！有没有七十一个兄弟们？绿就碧绿，浅红深。
感觉还行吧。你让他给你，大家也好。你刚刚给你修了吗？精神多了，嗯。看完之后还没剪，是不是？这也没问题。先剪的。啊？咱们换一家理发店吧。Hello， 默默 ，Hello， 刚没看着。Hello 啊！欢迎表哥，下午好，表哥。过瘾 ，OK。表哥，表表哥唱表弟，表弟直放屁。两个老表，不过诗人哥确实高啊，就感觉你要顶到这个天花板。谢谢表哥，不如姐那么三手上上签。表哥的法拉利呢？表哥，表哥，表哥，鼠标怎么卡？忙着呢，他忙着呢，忙着呢，忙着呢，忙着呢。哦，来给，来给。出什么呀？猜一首六，猜一首五六七八。哎，下四都打。切哥哥，哦，狮子座，嗯，哎，现在出其不意，狮子座，哇，感谢我表哥，天哪，谢谢。表哥你在干嘛呀？开完会，忙着呢。累坏了，表哥。你一般都一天开几个会呀？欢迎觉醒。一般一个。不会一周开开五天吧？我感
感觉我们接不上了，实话，我这俩好姐姐一声不吭。其实一个事儿行。呀。一声不吭。接了半个小时了，接了半个多小时了。我这俩好看。最近忙，一天开四个会。妈呀，这不是从早开到晚吗，表哥？他精神病了，杰青，你还让他趴下？一声不吱，一首行吗？一首吗？就你放歌吧，姐姐，我拉不动了。后天去南京出差，下星期武汉、长沙都出差。站起来跳科目三吧，来，你仨一人整个科目三。你都去那边谈什么项目呀？我轮椅主播。六六起来，科目三惩罚接不上，跳就是科目三，快，不好拉票，挣扎一下呗，挣扎就不用喝咖啡。那表哥，你每天睡多久？哦，三个人为什么就点我名？为什么就罚我？你跳完了，天泽也跳，我跳个干鸡巴呀！我跳什么手速？这就对你们的惩罚，快再开个低一点。那有没有给的？给点。行，那就跳吧，跳吧，跳吧，跳，来吧。我轮椅主播，我不这。没周我怕你跳，周那我替他跳。啊，周你替他要跳了，六六跳。行，你等一下呀，要单单来啊，你跳完六六跳啊。来吧，我懂我的。来吧。活动活动，一起跳吧，没视频呀、啊。没，你跟我学就行，来吧，我教你。来，我有视频，看我，都看我。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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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口粮。啊。留了，就他们留了400块，操，我都恨死了，这个死蛋。留了400，最近都9点睡觉。我说晚上最近怎么没有看到表哥呢？直接你放视频吧，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来，我给你放视频啊，看我，看我，看我。他真不给呀、啊！他出的都是啥呀？你看看这个盘出的都是啥呀？都是，咋能这样出呢？没歌啊，放中间点。对呀，他为什么能16 16 16 16 16 9 6 16？妈的，怎么能这样开呢？现在开始十。你刚上班我就100出了个婚礼，15，这么帅呢？这个死盘，这个死盘。欢迎小歪，果然还是白呀。这啥呀？重新放一下，来，重新放一下，来，啊、嗯。要给5000一过了，真好，能不能再给我抽2000呀？这是，就爱跳，就跳了一遍，还爱跳一遍。好，周老板跳完了，周。好好好，本夜晚，谢谢好好好好。年年，欢迎哥哥。欢迎哥哥。是不是跳舞？行 ，OK。觉得跳的好看吗，凤姐哥？哎，罚啥？就罚这个吗？不知道这恩怨，不消少离别。哎，嗯。好，拉个群吧，直接罚你们了，让他发个红包给你们。一口没吃。
我一毛钱没吃上，让我发红包。我一毛也没吃上，给点主持费吧。弱势群体，来。拨个鸡毛啊，让我发红包，发不了啊，没吃上啊，一毛钱没吃。我但凡这个局里，我吃一块钱我都花了，花200的。范小粉妹，能给点主持费？来，别说那别的了，能吃饭快。哎，快，一毛没吃，就抽两千吧，琪琪，咱也没吃多少，妈，我就吃了600多。是。没有没有亲爱的大哥们，你妈逼啊，今天饿烧心了，今天饿麻了，说的饿麻。不问山头不喝等着少离别，江湖一笑浪滔滔，没有鸡巴撤吧。走了，谢谢表哥。哦，感谢表哥。不让我充点软。总共吃300，还要给你抽点儿，快播你不吃5000多吗？感谢表哥，他喵的吃5000，那算饱。我看看我这66，那你下午就没事了，表哥。行，走吧，拜拜。那我溜了。没走了。谢谢表哥，谢谢女孩。我啥时候能有100块钱中一个婚礼的命啊？迷人的危险。现在没事，办公室抽烟喝喝茶，我很喜欢喝茶，只不过我喝的都是比较快速的茶，没有办法喝那种就是泡了品茶的那样的感觉。是否听得见下午好家人们。还是那种现泡现喝那种好喝，我这种
就失了原本的味道，但没有办法，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享受生活。手牵手一步两步，唱首歌。唱个什么呢？啦啦啦啦啦，明天要去上课了。停止了所有的花开，遥远了，清晰了爱，天雨漫，爱却很喜欢。那时候我不懂这叫爱，你喜欢站在那窗台，你好久都没再来。彩色的世界染上空白，是你流的泪晕开。不要你离开，距离隔不开，思念成海，在窗外进不来。原谅说太快，爱成了阻碍。手中的风筝放太快回不来。不要你离开，回忆化不开。牵你的初爱，我在等待重来。这大海，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谢谢秘境的十个荧光棒，好听，真的吗？我唱着玩玩，家人们。因为明天要上课了，我得抓紧练练我的嗓子。谢谢秘境，欧梦，我唱歌还有哥哥送荧光棒呢，真开心。你喜欢站在那窗台，你好久刚刚还说嗓子不爆炸呢。是你流的泪晕开，不要你离开，距离隔不开。思念变成海，在窗外进不来。原谅说太快，爱成了阻碍。手中的风筝放太快回不来。不要你离开，回忆化不开。牵你的初爱，我在等重来，天空仍灿烂，他爱着大海，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谢谢秘境的小星星，哥哥，你怎么一言不发呀？欢迎我表哥。今天是沮丧的好早啊。谢
谢秘境。我今天去听了一下那个道姑，哦，好高的音啊。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真的觉得有点高。霸王茶姬我来了，那里又没有。你只能喝珍珠奶茶。锄禾留下几句三日沧桑尽变幻，乱世多少红颜换一声长叹。谁曾指路踏破了清关，千里兵戈血染，终究也不过是风轻云淡。藏枪策马平天下，此番诀别却为难，一声玉溪玉溪泪眼已潸然。与君共饮这杯中冷暖，西风彻夜回忆吹不断，嘴里挑灯看剑切勿阑珊。盖下一曲离乱，楚歌声四方，只因皆雪落凝寒霜，难舍一段过往，缘尽又何妨，与你魂归之处便是苍茫。没气啦也行，我要那种一大桶十块的，别说这嗓音有点东西。在骂我吗？枪策马平天下，此番诀别却为难，一声玉溪玉溪泪眼已潸然。与君共饮这杯中冷暖，西风彻夜回忆吹不断，嘴里挑灯看剑切勿阑珊。盖下一曲离乱，楚歌声四方，寒杯此举饮皆雪落凝寒霜。难舍一段过往，缘尽又何妨，与你魂归之处便是苍茫。这歌总唱不好，太难了，我的气都不够。啦啦啦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谢谢我表哥。一首爱我别走送给你们。这怎么出了一个十一块钱呢？对，爱我别走。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抱抱抱。我不敢想的太多。哇，小蛋糕，我现在抱个小蛋糕就很开心啦。
情让人伤身，爱更困身。女人真聪明，一爱就笨。哇，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滋味不见得好过长夜孤枕。到多少集啊？二七。那爱来敲门，回声的确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谢谢表哥。将来若有人跟我争，我答应不会默不作声。他能不能，这歌好久没听了，我们听一下原唱吧，都不会唱了。谢谢表哥。晚婚，他能不能。抱樱花树吧。情让人伤身，爱更困身。抱抱吧。女人真聪明，一爱就笨。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抱抱抱。滋味不见得好过长夜孤枕。这十块钱的我吐了。我不会逃避，我会很认真。嗯、写信 ，Hello， 下午好。敲门，回声的确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我一天到晚听这歌，怎么像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女人呢？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将来若有人跟我争，我答应不会默不作声。他能不能，能不能。有点，这歌好老了，这歌最开始是谁唱的来着？李宗盛。我会很认真，那爱来敲门，回声的确好深。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谢谢我表哥，快升到27了。再聊聊若是非得分，写相约谁都不许苦撑。他能不能，能不能。身边有好多向往的人。谢谢表哥。
好长的气呀。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再聊聊落是非得分，先相约谁都不许哭，趁他能不能，能不能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将来若有人跟我争，他答应不会默不作声，他能不能能不能他 Nice Nice好啊，好，把牙佛跟卡人，被烟佛跟卡人，卡人被烟佛跟卡人摩擦。亚萨法佛法你在学泰语吗？我在学粤语啦有毒吧谢谢表哥。雨过后依然睡。哎呀妈呀，我都要气死了，真的。真是泰语那味儿。明天有四倍可以二十七级，太棒了！今天也是四倍，今天亲密买了吗？天哪，王权哥，你用这大虎粮给我生的！我试试。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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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被寂寞也记得高兴。刚好包里有虎粮，哥哥，咱其实、这虎粮给我浪费了。啦啦啦，但是你喜欢就好。小虎牙哥哥。小虎牙哥哥你出来说话，没事没事，不是没事的事情，就是我给你发的微信，你可以就是说
没事什么不懂。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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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不懂小虎牙哥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正常交流吧。准备下班了，你怎么早下班啊？我五点多去健身。啦啦啦！小虎牙哥哥呀，咋了，小虎牙哥哥？你跟我讲，就是咱就是说，咱们能不能就是说让我？可以，就是说正常的跟大家说话呀、啊。倘若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哄骗，我等会儿再去健身。陪你看日升月迁，陪你看沧海变迁，陪你一字又一言谱下回忆的诗篇，陪你将情节改变，陪你将把荒草。这歌好听、哦。羽毛球，羽毛球挺好的，我很喜欢。我最近很喜欢，就是研究运动类的东西，真的。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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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小虎牙哥哥。在忙吗？你出来，我跟你好好聊聊天。我跟你好好聊天，不然我觉得似乎是有什么误解，哥哥。我喜欢，你会高尔夫吗，表哥？我最近看他们打高尔夫，好帅哦。本来这两天在好奇滑雪。但是我觉得滑雪有点费命，算了吧，容易去见骨科，我还是从事一些温文尔雅的地方 的运动吧。就算我不在里面，可你会明白。
很甜，笑容更适合你的脸。再一遍，记起从前的一滴一点，如果我不在身边，记住我会在你的心里面，我会在你心间做你心头线。我在干啥？刚刚上了个厕所。我得去趟医院了，我觉得。我得查查我有没有长结节，真的，家人们。咋了？我感觉我的心上不来气了。这每天呐啊，家人们，你能让我少操点心吧，兄弟们。我知道你们都为我好，但是
我尊重你们每一个人，但你们也尊重一下我好吗？上班吧，估计是。天哪，我看到一个新闻哎。神仙姐姐要和罗云熙一起强强联手，哦妈，两个都是我很爱的演员。我以为有瓜呢。小王小王是让我狗急跳墙，你要狗急跳墙干什么？怎么了麦 C 哥，我也喜欢刘亦菲。刚才咋了？刚才上厕所去了。他不是我老乡，他是湖北人。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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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粹为了押韵，你这都是自己押的是吗？你可拉倒吧。我要收拾收拾去健身了，家人们，下班了，晚上见吧。